明确的讲的话，永续工程是一个更比较精致的包装。啊，它会把它的内涵更充实。所以，如果从早上的课程里面，其实大家发现原有生态工程的本质，它的名字还在里面，但是我们又加了一些重点，啊，包括这个地球暖化、节能减碳的问题，啊，在这里面，那会把它加进去呢？其实，在平时我们会觉得说，啊，这跟我有什么关联啊？这跟我们做工程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深切的去把它思考的话，可以发现，其实不仅跟我们所做的工程，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站在这里，再次跟大家来探讨这些问题。那在准备的过程，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另外一个阶层的学习啊，我们必须站在这边，我不能胡说，这个随便乱讲，我们要去补充充实自己一些东西，所以对我自己来讲，也是鞭策我自己对某些东西再去加强啊。那我愿意把我自己所了解的，在这个地方再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和一个分享。那在座有些人啊，对我很熟悉，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我。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吴建新，啊，火天吴建设的建，高兴的兴，啊，您还在这边。那一辈子在台北县政府服务，啊，最近才换了一个单位，啊，30年在农业局，啊，最近跑去旁边两块去了啊，他们现在的展示。那从1991年开始呢，那我们就投入推动生态工程啊。那其实本质不变，因为我一直在做水土保持的工作，啊，我会很容易转到生态工程，因为我觉得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转过去，而且推动的也很顺利啊。那现在讲有序工程，其实我也跟各位讲，本质都不变，我们就是关心这个地点，关心这个环境。好，这一堂课呢，我们是谈材料应用与有序的发展。就是跟各位探讨我们工程所应用的材料。那过去大家对钢筋混凝土很熟悉，那钢筋混凝土的东西构造物要怎么去设计，怎么去施工，我想都有明确的规范，那大家都很熟。但是对于钢筋混凝土以外的材料，相对的我们就比较陌生，那么在应用上面也比较有所顾忌啊，也就不能得心应手啊。但是告诉各位，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环境里面，除了钢筋混凝土以外，还有很多是我们在工程上面可以应用的东西，那我们要去认识它。认识它的时候，你就会想亲近它，然后呢，就会应用它来做很多的东西。好，那对我们所做的工程，就会有一个多样性，会比较活泼，然后融合在这个环境，然后同时呢，对这个环境相对的也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好，那这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跟各位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想呢，整个谈生态工程来讲，或者谈有序公共工程来讲，其实在很多的区域都可以谈。以前谈生态工程，大家都会认为说在都会哪有什么生态，但是不要把生态两个字局限于在有生命的这个东西。谈生态工程其实是说对整个环境，对整个环境，而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生命的元素是什么？土壤、空气、水。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就是说我做的工程里面，怎么对土壤、空气、水，对这些自然的资源，能够一个保护的作用。那如果再从这边层面来看的话，其实都会区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去营造的。第一个，从刚刚的很多的资料里面都会讲到基地保水，在都会区里面，我们做的最少的是保水的工作，我们太多的硬铺面，所以一下雨水就跑掉，对不对？那如果都会区里面你这个保水的工作去努力的话，很多地方可以发展，怎么样？第一个，从你的建筑物开始，建筑物下雨，我的屋顶结水的话，这个水流下来，然后中水再利用，这个就是生态工程。所以就是你对生态工程的定义定位在哪里？你如果只是考虑到对有生命的东西的保护，对植物的保护，那就太狭隘了。其实把它扩展到一个环境，基地保水，光这个就是一个生态工程，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讲绿建筑，你怎么样一个建筑物怎么样节能，应用自然的能源，减少照明的能源的使用，减少冷气能源的使用，让自然的通风效果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这个就是生态工程。所以绿建筑也含在生态工程，也含在我们现在有序工程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的面向都有我们努力的空间。所以在都市里面可以谈，在乡村可以谈，道路桥梁可以谈，港湾可以谈。可是说港湾很难谈呢，你港湾可以不用水泥吗？我说你港湾可以用水泥，但是你港湾用了水泥以后，你怎么样把港湾旁边海域的生态环境把它营造出来，对不对？我为了安全的需要，我没有办法避免用水泥，好，我用水泥，但是相对的，我怎么样同时港湾做了以后，而不去破坏海域的生态环境，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目标。港湾你可以用水泥，但是我不要在现场在那边浇灌，我用预筑的方式在工厂里面把混凝土的品质把它控制好，用最低的量达到最高的强度，然后凭混凝土完全这个达到28天达到强度了以后，我到现场去，不会因为你的浇灌，不会因为你的水泥浆去污染到海域，这也是生态工程。所以我们刚刚讲，在永续工程的评估里面，你的绿色工法，你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施工的方式，可以减少到环境负面的冲击，这就是生态工程的概念。所以一路讲下去，野溪这个没问题，湿地大家都在做啊。对这些呢，告诉我们说，任何我们在做的工作，你都可以把它跟永续工程的概念把它连接起来。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认为说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过去我们工程呢会谈安全结构不管你是做公共工程做一般的建筑，你一定要谈安全，对不对？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保护，会谈经济效益，我的预算是多少
然后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呢，将来我们谈永续工程的时候，进一步我们要去谈我对环境，对整个环境的维护要怎么去做啊，不仅是在施工，包括后续构造物工程完了以后的维护管理要怎么去做。我不仅要达到美化的目的，我对整体的景观，对整体景观的效果我怎么去改善。好，上一堂上午在隔壁的时候，在那个评估指标的地方有一个地方谈到都市设计，我说我们台湾那个加拿大的评估指标有一个都市设计，我说我们台湾也在做都市设计啊，我说你如果到板桥新板桥去看，现在房子盖起来以后，将来那个环境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环境啊。第一个呢，两年前我在当农业局长的时候，我就请我们同仁说，你赶快去收集新板特区现在房子都在卖，他们的建筑配置把它好，把它套在地图上面，有哪些空间是我们在绿美化工作可以开始去琢磨的，然后我们开始去做，等到将来环境房子盖起来了以后，这些植栽都变漂亮，然后这个环境都会变得很漂亮。告诉各位，结果是没有空地，没有空地啊。那些房子建筑基地盖完了以后，居然没有空地可以种东西，很可怕，很可怕。好，不信各位，现在房子一栋一栋开始玩，你看看栋与栋之间的距离。好，你在客厅可以看到人家在房间里面的摆设的情景，看得很清楚，那距离很近。大楼哎，大楼的距离那么近，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也有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做法到底是哪边的问题？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常常很多东西也有在思考。上一堂课我还讲到一个问题，三级警戒，我想在座大家都很清楚，啊，都有接受这个三级品管的查核，对不对？有多少人把三级品管当作是一个很自然的工作？有多少人会感觉到三级品管没有负荷、没有压力？几乎没有。每个人觉得三级品管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好像学生回家还要做作业一样的痛苦。因为我今天工程做完，我要再写那些报表。但是我说这个是错误的。三级品管它的设计是当你是一个白痴，然后你在工作